女人好色的程度啊，是男人的多少倍呢？答案是6倍，尤其是30岁以上的女人。所以说，男人在追求女人的时候，千万你不能够太正经了，因为大部分的女人呢，她们在这个方面都是扭扭捏捏的，她们放不下面子哦，而且呢，更希望男人能够主动一点。你们有没有发现啊，那些会调情的男人，他们身边呢从来就不缺女人的，而且一个比一个漂亮。如果说你也想要提升自己的个人魅力，想让女人注意到你的话，还是得要制造氛围感。这个跟你长得帅不帅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男人身上呢你香香的，就很容易让女人心里面痒痒的。我给你们推荐一款啊，专门为男士打造的古龙香水皂。你用完它之后啊，你就会让女人有一种想要靠近你的冲动。你可以用它来洗澡啊、洗脸啊、洗头啊，一皂多用。它们是专门针对爱抽烟、爱喝酒、爱运动、爱出汗、爱出油，这背上还特容易长痘痘的男士们。用完之后你会觉得呀，非常的清爽，而且不紧绷，而且呢，它还会散发出那种淡淡的古龙香水味。这个也不贵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觉得呀，每个男人呢至少可以备上个4-5块。视频左下角赶紧去抢购吧。